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鱼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文弟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各种小游戏合集。嗯，感谢小文的收看。今天咱们开的依旧是那个新的幸运方块附属，分别是巧克力幸运方块、苹果幸运方块以及食物幸运方块这三种。我喜欢。好了，咱们直接开始开吧。等一下，上一期糗事你自己报吧。想逃？前段时间想逃过一劫是吧？前段时间疫情的时候呢，我不是去我我们一起之前前段时间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。我们一起去走亲戚，当时是大年初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呢家里面有一个小朋友，然后呢带到我们家去玩了，他有个小推车，然后呢然后他把小推车落在我们家里面了。疫情的时候我闲得无聊，因为大年初二的时候就已经报不能出城了，我们就疫情的时候闲得无聊，我坐他的小推车一屁股坐烂了。那种小推车，然后我没好意思跟他说，我说我不小心弄烂的，没说一屁股坐烂的。哎，你看出了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一箱子的好东西，好气哦！但是要把声音小。什么鬼？这是迷宫吗？嗯，是的呀。这迷宫能刷个龙？哦，刷的是那个，哎，有箱子。哦，苹果心。这是苹果幸运方块，我这苹果好小一个啊！哥，你来我的迷宫干什么？这苹果好小，你把我的赛道破坏了，你说我来你迷宫干什么？这边还有个刷怪龙，但是我没有稿子。那个是那个什么史莱姆的吧？好像是史莱姆的刷怪龙。你看，不仅破坏我的箱子，还破坏了我这么多幸运方块。嗯。两组的金块。哎，这开出来的都是些果汁吗？有帽子、裤衩子，哎，终于有装备了。这巧克力的帽子，那这个呢？加速度的裤衩子。皮破的，看不见了。啊？咋的了？小树苗吗？四分钟的凋零效果。加油，哥哥，我能撑得住。你慢慢撑。裤子、鞋子。开出来鸡蛋、梯子以及火把，还有一个按钮，什么鬼？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苹果的那个吗？应该是苹果汁。呵，你不是说你撑得住吗？啊？我撑住了，撑到死了。我开出来一个大家伙。我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我。是有个拉杆吗？上面有一个箱子。是有个拉杆吗？不知道。上面有个箱子啊，最顶上面。确定吗？不要骗我啊！骗你是狗。等下就会听到汪汪两声。不会，真的是没骗你。谁？干啥？干啥你？谁凋零了？干啥？你是不是开出来开出来那个了？凋零效果了。唉。好，传送过来。哇，你新方块开这么快的？你是挖土机吗？嗯。呵。哇，这是许愿池哎，许愿给苹果。我一直都没发现，我刚刚都没有捡那个许愿池。呵，我又开出来一个这个，我可以拒绝吗？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借用一下你的赛道，上面有幸运方块。哇，好多蛋糕。这个裤衩子你就是不给我捡是吧？我非要捡，保护他的。哦，这边有个裤子了。鞋子，白巧克力做的茄子，做的茄子，哦不对，茄子什么鬼？我是想吃茄子了吗？但是就不要了，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再做茄子给我吃呀、啊？这个苹果幸运方块开出来的都是些果汁、，nice。这个幸运方块真的好无聊哦，它为什么？生成许愿池就许设成呗，他为什么又把中间给挖空了呢？是你长得丑。
你长得丑，你最丑，你们比我都丑。白巧克力。哎，头盔。什么声音？我就说嘛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又是果子，这苹果苹果幸运方块开出来的都是些果子。哎，这是好的。哎 ，nice， 我装备一套。你看我的八块腹肌，你看我的八块腹肌。我在这儿。你能拿出来？你看。你看我的八块腹肌，巧克力做的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很有男人味？嗯，还有很多斑斑点点的毛呢。呵，那明明就是巧克力曲奇做的好吗？曲奇巧克力巧克力曲奇曲奇饼干对吧？嗯。哎，那就是说这巧克力开幸运方块开出来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可以做装备的？可能哦。应该是这么回事。哇，哥哥，你看我这苹果弓好可爱哦。是苹果的哎，对呀、啊，啊啊，咦，不对，它这个都变成蛋了，有肉，打我又不疼，哎，这是许愿石，呵 ，Happy Birthday， 祝我生日快乐吗？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。我这蛋糕有不一样的蛋糕哎，你过来，有巧克力的蛋糕哎，喏、啊，我这边有一个。马凯，这啥玩意？哥，我背包满了。这个东西可以吃的吗？我这是丢的。喝。前面的岩浆是我丢出来的吗？我好多剑。嘿嘿嘿。啥情况？阿姨，你叫我干嘛？啥？你叫我阿姨干嘛？你老阿姨行了吧？阿姨就阿姨，不要加个老字，没有礼貌。你是吃我的便宜还卖乖是吧？那可不呢。黄色的果子。小果子有什么用啊？应该会给一些什么效果的吧？不同的果子给的效果也不一样，应该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小巧克力裤衩子。哇，巧克力许愿池！我的天哪！我刚是不是开到过这个东西？有一个。这苹果红彤彤的，好红。哎。好像没什么效果的。衣服。把什么东西丢掉？丢掉？丢掉？看一下啊，尽快不要了。黄色的果子，好像没开出来武器。可能我们可以做呀。是要自己做的吗？可能是的。就。鞋子。啊！西吧。好像都是重复的东西了。好，设置个重置点。巧克力做的许愿池，又是草莓蛋糕呀。这样是一套了吧？就好像不是一套呀，我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嗯。哎，终于可以堆东西了。好，剩下两块，这个许愿池给什么效果呢？啊？把我给炸了一跳，是你炸的还是我炸的？啥情况？不知道，好像是我炸的，看样子有点像是我炸掉的。最后一个，啥都没给，看一下能和什么东西？你身上有魂神胎吗？没有。这里有原木，撸个原木。哥哥告诉你个事儿，放
我背包满了。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，过来看。这裤衩子不能穿，穿要穿这个。哎，我那有效果的裤衩子丢哪去了？我在这。快点，哥哥，我们试试。哎，果然是可以做的。这个应该可以做做。哇，给你这个、这个衣服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身上还有新方块，我把这新方块开掉。绿色的，我好喜欢。喝。这屎做的好吧？哇，我给的效果挺那个的哎。这个做不了。这个好像是食物新方块，食物新方块。给的效果挺好的，这个我们两个好像一模一样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八块腹肌。哎，那个，这个八块腹肌的装备是要用这个做的？不对呀、啊，这巧克力的装备怎么做来着？合成不了，我不是丢了两个巧克力吗？一个帽子，还有头盔呢？帽子呢？帽子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看我全身上下都是鸡肉，巧克力做的鸡肉，想不想舔两口？吃的太急了，呛到自己了。我超爱吃巧克力的，好吗？看一下你那个巧克力弓，打人都不疼的，好吧？这个应该可以做武器，应该可以做武器，看试下有没有木棍？没有，贵。去弄一个呀。再弄一个啊！这个金屁股有什么效果？哇，这个小金屁股好像跟普通的金屁股给的效果是一毛一样的。这些果汁呢有什么效果吗？好像没什么效果。这个红色的，白色的喝。好像这些果汁给的效果都。不咋地呀、啊，对啊，都没什么效果，没什么效果。我感觉我们就是穿了好看而已。给我木棍啊！我正在做呀。能做吗？可以啊，给你木棍。不知道能不能做剑呀？做不了。没有，哥，你就拿一个木棍就可以做一个。鞋子放看。你看，就一个木棍就可以做个巧克力剑。看一下这个。其他的东西能做吗？也做不了。来吧，咱们堂堂正正的打一架，给我一支剑行不行？我没有剑，我哪来的剑呀？无敌的。你那套装备给的效果好，走开走开，我这个是金开腹肌用的装备。我舔一口，给我舔一口，我就饶过你了。好多巧克力，还有10。你似乎透露了什么？我告诉你。哎，这双靴子，哎，别打我呀！保护效果的，换这双。把自己给呛死了。你有本事给我一支箭。我真没有箭哟，你看我背包真没有满的。又不是你给我一支箭。给你个棍子，我这是金看不金用的装备，好吧？你看，全身上下八块腹肌，看一下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块腹肌，加上背后19+19等于38，38再加上肩膀上手上背后38加80等多少来着？46块腹肌，对。哎呀，不，还要算头上还有1、2、3，4、7、4、8、4、9、5、10、5、1、5、2、5、3、5、4、5，反正100来块腹肌吧，加油，哥哥，你可以冲向世界最强腹肌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Bye-bye.